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嘴巴可以讲嘴巴的，脑可以想脑的，可以分开啊，可以同时运作。所以什么呢？所以你念佛，嘴巴虽然在念佛，脑筋可以东想西想。一起运作，嘴巴是在念佛，脑筋呢？脑筋想，昨天哪个人骂我，我一定要把他骂回去。脑筋在想，哪个人欠我钱还没有还，我这个念佛完，我要去跟他要。脑筋都在想这些，嘴巴在念佛，脑筋可以想很多，想东想西。就是没有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就是没有想，嘴巴在念佛，所以古人讲喊破喉咙也枉然，喊破了得不到一心。为什么？心都在胡思乱想啊，心没有想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想弥陀名号的功德，那所以《阿弥陀经》玄奘大师的译本，玄奘大师的译本翻译本，他翻的不是执持名号。我们现在读诵的所接触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。鸠摩罗什大师他中文的造诣很好，所以他翻译阿弥陀经是意译，他把佛说阿弥陀经的原文他读了以后，他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想，因为他中文造诣好，也懂得中国人的想法，所以他用他的意思翻成现在的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用他的意思翻译的，所以叫意译啊。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版本呢，跟印度梵文的原本原来的版本不一样，不是原来的版本。鸠摩罗什大师是意译，那么玄奘大师翻译的是直译，直译就是梵文原本梵文是什么字，他就直接翻译成中文啊，直接翻译几乎是一个字对着一个字，梵文是什么字就翻成中文的什么字，这叫直译。那为什么要意译呢？因为我们要懂得印度文，印度的文法他们喜欢繁复华丽。那我们看印度的一些文化乃至于他的艺术表演，我们就能够明了他们喜欢繁复重复，一直重复的，一直重复很华丽的。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他就把这些重复一再华丽的这个重复把它简略了，用他的意思翻成佛说阿弥陀经。那么玄奘大师他翻的是直译，玄奘大师翻的就不是直持名号了，玄奘大师翻的是什么呢？玄奘大师翻的是闻说阿弥陀佛名号功德。
那鸠摩罗什大师犯的是闻说阿弥陀佛，支持名号啊。那玄奘大师翻译的是闻说听闻，听人家说了，说阿弥陀佛名号功德。然后呢，闻以思维，听闻到了之后，听闻到了弥陀名号的功德，听闻之后呢，闻以思维。然后呢，闻以思维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，细念不乱，也不是一心不乱。那鸠摩罗什大师就翻成一心不乱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那但是玄奘大师翻成是细念不乱。啊，所以从玄奘大师直译的译本，我们就很能清楚看到，念佛是要思维的，闻以思维，听闻了阿弥陀佛名号功德，名号的功德，名号的功德是什么呢？名号的功德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在解释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的一正庄严，这是名号功德。所以我们一般念佛只念名号，又加上头脑心啊胡思乱想，那永远达不到功夫成片，更不要说一心不乱。所以念佛法门要思维，闻说阿弥陀佛名号功德，闻以思维，思维就是忆佛念佛。思维啊，在脑筋里面思维，细细的想，仔细的想，想弥陀名号的功德，这叫闻以思维。然后若一日到若七日，细念不乱。细念不乱也就是一心不乱了。你细念什么？细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没有乱，没有杂念妄想，就是不乱。细念不乱，那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他就翻成一心不乱。那所以两个版本对照就更清楚了。如果光看鸠摩罗什大师的版本，很容易误会，因为看到执持名号。一般人看到执持名号，那就念名号了，就念名号了，只念名号。那要达到一心不乱很困难，因为你没有思维，也没有细念。思维就是想，就是意，所以叫意佛念佛。意佛念佛，专心专注，就是一心的。看你能多专注，怎么样才能专注呢？还是相信，还是信。信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真实不虚，然后才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发四十八愿，愿愿皆引有缘众生到他的国度去，有这两个信，那你念佛就有基础了。再加上你会思维，那所以经要熟，
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啊，都要熟。那尤其观无量寿佛经也要熟，因为观无量寿佛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介绍的比无量寿经更清楚。那你能好好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，那你只要想其中一句话，观西方极乐世界大地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什么地呢？琉璃地。内外映彻，放出光明，地上地下都有无尽的宝物，地下面有金床金柱倾柱着支撑着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透明的，我们的大地是不透明，地底下什么东西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，连科学这么进步，地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搞不清楚。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物质都不透明，很难得很难得有这些很珍贵的珠宝，越珍贵的珠宝，什么是珍贵的珠宝呢？透明，越贵的珠宝，你看钻石为什么标榜三稀？颜色透明，没有杂质，越透明越没有杂质，越珍贵越贵。其他珠宝也都一样，任何珠宝都是这样，越透明越清澈，透明清澈还要有颜色哦，其他的珠宝颜色还要浓郁哦，啊，这就是其他珠宝。那钻石就不是，钻石就是完全透明，但是都是透明清澈，越透明越清澈，这个珠宝越珍贵。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的这物质都是透明的，都是内外映彻。我们看无量寿经就告诉我们这样，内外映彻，放光明，有光明，而且还会说法。最珍贵的就是六尘说法，讲道理给我们听啊。我们这个世间一切物质，为什么珠宝难得有这么珍贵，一两这么稀少透明的呢？就是我们的污染太严重。什么污染呢？心污染。心乌漆抹黑的，我们的心，凡夫心乌漆抹黑，贪嗔痴慢杀盗淫妄充满，所以招感我们这个世间一切物质污染不透明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物质透明放光还说法？因为那边的人心光明，光明就招感一切物质一正都光明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还是有珠宝？因为我们这个世间难得有一两个，有一些人心还是有光明的，还是有一些清净的，所以珠宝那么稀少。
就这么道理而已啊。我们珠宝很少啊，所以珍贵啊，一小颗挂在手上，我宝贵的要命。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，没有人在贪这个啊。西方极乐世界黄金铺地，黄金我们在这边挂在身上的很贵啊，那边是铺地啊，柏油当我们这边的柏油，珍宝到处都是啊，宝树、阁楼、宫殿、七宝池，通通是珠宝，没有人在贪这个。我们这边稀少，所以大家都贪。为什么稀少？人心污染、污浊、污秽，所以一切物质污染不透明。啊，我们人心，我看不懂你的心，你也看不懂我的心，看不透，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珠宝这么的稀少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华严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心想。念佛就是心想。忆佛念佛，细念思维都是心想。心专注的想。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告诉我们，忆佛念佛，净念相继，想佛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念相继不断，念念求生。刚刚讲的这些一般念佛人通通没有具备，念念求生也没有，也把这个心念疏忽掉。很少人念佛有念念求生的，不多，也是有了，但是不坚定，不清楚，在心里不清楚，不坚定，若有似无，那你念佛就没有分量，就没有效果。要思维念念，你一思维，你脑子就不会想东想西了。为什么会妄想纷飞？就是你没有想啊，你想东想别的嘛，想贪嗔痴啊，想哪个人骂我啊，哪个人对我不好啊，就想这个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刚讲的，你想一个琉璃地，你念佛的功夫都比别人的念佛功夫强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琉璃地，内外映彻？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间能够看到十方一切世界？为什么？读经不是读过就算了，想了去想，西方极乐世界宝树间能现十方一切世界。现十方一切世界干什么？让你供十方一切诸佛，听十方一切诸佛究竟做法，还能看到跟你有缘的众生在十方世界其他的世界受苦受难，让你发起大慈悲心，我要赶快成就道业，赶快去救这些跟我有缘的众生，他在香积国、香积世界，哎呀，躲在地狱受苦，正在受拔舌之苦，好苦啊！赶快成就去帮助他，这都是念佛的一部分，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。任何都可以念，都可以去思维，都可以去想。
你只要专门想一个，认真的想，发起向往之心，念念求生，你很快就得到一心了。真的，若一日，若七日啊，一日到七日，真的能成就一心啊。那看你会不会念，看你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，看你对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有没有信心。这个法门最简单的，再简单也不过了。所以有名延寿大师说，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，万修万人去，除非你不懂得怎么念啊，就念名号，那很难得力啊，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如果你会念呢，真的万修万人去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，通通能往生，每个人都做得到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脑就是会想，只是我们想错了，就想这些贪嗔痴，不想阿弥陀佛，不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不想念念求生，这三个不想，以后要加进去，加在脑子里面想。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要想，要工作，家庭要顾，儿女工作等等，杂事一大堆，当然要想。要想没有关系，这个严格的说都是杂心妄想。但是杂心妄想不得也不想，也不想也不行，要过生活。没有关系，把阿弥陀佛刚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你只要经文里面想一句，你去想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十六观，你先随便选一个去想。然后加念念求生，要加进去哦。念念求生。那但是这个都要有一个前方便，前方便我们啊，在我们道场我讲经也常常讲，要知苦。一定要知苦，对这个世间的苦你要非常清楚啊，非常清楚你才会放下这个世间啊。有时间啊，我也简单的把六道的苦跟大家介绍，你才放得下。否则你放不下又不会念佛，那就没希望，那就又错过了，这一生又错过了，又白过了，又空过了，那就太可惜，太可惜。得人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又能够得闻弥陀名号功德庄严，再加上会念弥陀名号功德庄严，再加上会念念求生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，太少了，真的太少了啊！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把握。今天时间到，我就讲到此地。人人念弥陀，弥陀心中坐，法莲处处开，净土自拥有。老年生活何处去？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？上进下功老和尚的悲愿，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，往生净土设下，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，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。玉缘成传弥陀无尽愿，
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，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，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。上敬下空老和尚弟子，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商务下广法师，发愿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，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，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。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，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、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。邮局划拨账号22703000，22703000，户名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04-2291-3567，0919-952-231，0919-952-231，功德无量。